今天阿 V 爸爸要带你到哪里？带你到哪里 ？KOA somewhere。我们终于抵达了，开了一个小时，然后来到了第一次入住 KOA， 就是全美连锁的阿 V 站。里面看起来还不错哦。老公现在在 check in， 好期待哦！明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看这个campsite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嗨，大家早安！那这次是我们第二天早上，然后是我们第九次的露营。这次呢，我们选择的场地呢，也是沿着西海岸最漂亮的一号公路旁边。等一下，我们吃完早餐就要去海边那边看一看。那这个呢，也是受到很多的好评。那我们就想说，离家里一个小时而已，然后就礼拜五下班出发。然后昨天晚上抵达已经蛮晚了，然后现在我们正准备在煮早餐，赶快来看看我们今天早餐的菜色。请问一下，小厨师，今天的早餐是要吃什么？蛋跟热狗。蛋跟热狗。请问你热狗要分开吃吗？热狗要分开吃吗？要分开吃，面包跟热狗分开吃。有 ketchup 吗？没有。开始。大家请看，远远望去，最后面就是跟天空交界点呢，浅浅的颜色就是海。这个营地真的非常的靠近海边。我们现在要去看看这个营地里面到底还有什么其他好玩的东西呢？上次有朋友来住，说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可能有一些就是小朋友的游乐设施。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哦，看到了，那里远方有一个小朋友玩的 playground， 真的很好奇那个白色里面到底是在干嘛哎。哦，这边还有一个让你坐的 fire pit 的位置，还是这个？哦，没有，这个是 luxury 的 shite。哇，这个 premium side number 旁边还给你一个这种高级的 fire pit， 是什么 number？ 来看一下。大家有看到海吗？没错，那就是海，好久没有看到了。OK， 开的这个赛是什么 ？S23， 请看一下 back in， 然后它的桌椅的是那种 patio 的 furniture， 哇，感觉这样它有附赠一个 grill 跟一个那个石头的 fire pit， 哇，这个也是哎，哇 ，S 是 S23。嗯，不错不错。哪里？哦，这一区 S 开头的东西 upgrade， 我感觉。你看每一个都有来。That's good。为什么我们没有 reserve S 爸爸 ？Because 他们太贵了。海哭的声音。来看看大家的 S09 Ocean View Perfect。S09， 爸爸 S09 is our next campsite number。 为什么呢？请看后面就有一片属于你自己的草地，然后还有这个瓷砖，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柜油是可以用的， maybe 要租啦。请看，然后还有一个瓷砖做的 fire pit， 天哪，超高级的耶。 Oh my god。哦，其实，哦，还是那里有一艘大船。我们现在有人要表演特技，还 cue 我来帮他招。OK。Follow you。哇哇哇！世界 biker， 世界级选手 biker。Tyler， 这里很 muddy， 我没有办法过去哎。OK， 那你下去叫我。OK， 你要去哪 ？OK， 我们来欢迎世界级选手 Biker Tyler， 今年十岁，最喜欢的 hobby 就是骑 bike and skateboard。我们已经走了大概20分钟，还是没有办法走出去。我们这个。
营地的小区，因为一直绕回去刚才看海他们骑脚踏车的地方。现在呢继续出发，他们说要去看 Go Farm。 平常工作忙碌之余呢，舒压最好的方式就是周末出来露营。我们现在走到了 Goat Farm， 可是没有看到 Goat， 可能有在里面睡觉吗？看一下好吗？现在走在这里发现呢，好像可以骑马。然后他这边是写说，从五月到十月，现在才三月，但是他这边又写说 Saturday 跟 Sunday 可以骑。我们等一下待会要去 office 问问看，看可不可以让小朋友明天早上来骑。价钱是$25一个小朋友，然后只有五岁到十二岁可以骑。阿 B 的地方，现在走下去就可以看大海了哦。Park 出来之后呢，过了嘛，过来又露营。OK， keep going， keep going， let's go。准备出发，要去比较靠近海的地方看夕阳，请跟我来。我要冲这里。没有，看到了狗公园。呀、yeah, ，我们去今天宝宝睡觉的地方看夕阳。嗯，好多狗哦。这个营区竟然也有狗公园，超美的夕阳。这次来都值得了。现在带大家来看，就是坐在我们赛旁边的一个小木屋。然后哇，这里有一个铺炭，然后可以扛热成袋，然后有冰箱。这个打扫人员非常的好，让我们进来看。然后哇，这里还有 bunk bed， 哇，所以可以睡六个人呢。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厕所，哦， so big。啊，所以一个卫浴，然后这个小木屋呢，里面有电视，然后这里应该是一个 queen size 的 bed。OK， yes, looks very nice. It's so green. It's so green.、Oh, I don't know. Thank you so much. 今天的晚餐呢，没错，就是 BBQ 吃到饱。中午烤的，没有烤完的，晚上继续烤。那晚上除了跟中午一样的牛排之外呢？多加了杏鲍菇，然后等一下还要烤鱿鱼，没错，就是台湾夜市的烤鱿鱼。等一下呢，就可以好好的来享用。我们现在是在美国，不是在台湾。夜市牌烤鱿鱼，买了之后就已经帮你串好了，真的是很适合烧烤。等一下一定要大辣配啤酒，耶！今天好台哦，饭后甜点，我们要来爆这个爆米花，大家有看过这个吗？对，没错，就是小时候是爆米花，烤肉必备。来看它到底会不会爆？有啊，已经在秀。呜呼，哇哦，快要爆好了！来，泰勒，赶快唱。喂，爆米花，爆米花。一个玉米一朵花，两个玉米两朵花，哔哔宝宝哔宝宝哔哔宝宝不。Very good. OK， 快抱好，你看。我有没有听吗？哔哔宝宝哔宝宝哔哔宝宝哔宝宝。Ellie 换你，哔哔宝宝哔宝宝。我要唱那个后奏。不用，哔哔宝宝就不。宝宝。Go with the flow. Take it off.Daddy, take it off. 会不会直接抱到我的脸 ？Daddy, take it off. Actually, no. This is good.
You're working. Oh. 分析给狗，分析给别人。嗯，爆米花爆好了，现在大家抢着吃。甜的是甜的口味的，好好吃哦。小心那个会烫哦。哦，爆好了。Thank you。现在倒垃圾三人组要去倒垃圾了，没错，就是最后一天，很感伤，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回家了。等一下整理一下，我们就要启程回家，结束这次愉快的周末露营了。喜欢我们阿比卡巴照频道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支持跟鼓励。那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请麻烦订阅、按赞加分享哦。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的鼓励呢，是对我们制作影片最大的动力。感谢，拜拜。